在台东卑南公园中，有一个隐蔽的小空间，里面陈列着各式精美的明信片，等待着旅人前来书写心情。那是手写的温度，人文空间。透过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环境，这么好的空间，然后可以来办各式各样的活动。什么样的活动？不一定是要艺文的活动，只要是有关人文方面的，我们都非常的欢迎。手写的温度就是说，我希望说，在台东提供一个空间，然后这边提供了很多的明信片，然后这些明信片可以让游客来这边，你可以自己去挑一下你自己喜欢的明信片，然后回复到以前用手写的那个感觉。我们觉得用手写才有那个温度，用手写才会是独一无二的，而不是在网络的时代里面，每一张都是用 copy 的，用贴上去的。希望说这个空间以后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利用、来使用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，然后我们也会希望说这个地方会让以后的游客来到台东，就会想到说，那边有一个地方有很多的明信片，要到那边去写一下明信片，要不然就很像没有到过台东。侯方达期许未来手写的温度能够感染更多的旅人，让这个人文空间成为科技冷漠的现代社会中一处暖心的避风港。